大家好，又是我 K 师奶啊！我今天去了迪士尼，买了个公仔啊！你猜我买了什么？就是一个 Linda Bell 公仔啊！我现在开来给你看看。佢买翻嚟，佢送埋个袋嘅，加一蚊，几靓个袋。开嚟睇下。是小的，这个这毛很滑的，看看很滑的，很滑，条尾最滑，条尾是不是这条狐狸的，这叫做很滑，很直滑的，这只是小的，这只他买的时候呢就349啊，都算都几贵的，这公仔在迪士尼买，不过我送给朋友没办法啦。另外呢，这个公仔附上有张卡的，看看。这卡这样的。你们有没有买这只公仔啊？现在好像很兴，个个都买这只公仔玩的，因为我有朋友生日，所以我就买一个送给他咯。那好啦，今天讲完这么多先啦。大家好，看了甜片的你，麻烦你帮手订阅和给 like 我啊，因为你们看完个片没那么订阅制，看片的人多过订阅的人数，希望得到你们的鼓励和给信心支持我，谢谢你们收看啦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